小安看了俊耀大哥书之后呢，发现俊耀大哥瘦了21公斤，是因为喝普洱茶哦。所以呢，小安现在随时随地都在喝普洱茶。那因为小安工作的原因呢，运动量非常的大，常常需要补充水分还有维生素，所以喝普洱茶让小安补充元气，充满活力。随身携带小茶饼，让我方便冲泡，使我活力一整天的亲密伴侣。今天好想要，我们有一笔钱是没错，天天都想要，是可以这样吗？我们那个叫做要吃喝玩乐，要八卦内幕，台北台风太多，要社会新闻，跟民政捐了一些钱，那是可以动用，可是不用到那么远去。刘君耀下午2点。非要不可，好，欢迎到98新闻台，今天说明就是非要不可，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俊耀，瘦要要，礼拜一对症下药，在我们家是黄珊珊，黄大律师，黄大律师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黄大律师也是台北市议员哈，内湖南港选出来的，今天呢就会用市议员的身份呢来发表一些声明，啊不是声明，是我要请教你的，嗯，哦，就是我们好市长呢，太多了，对。那这个金元双东啊，双东就是台东跟屏东啊，嗯，那这两东呢，因为在这一次天平的台风的这个肆虐之下，那当然呢受创很严重，大家本来就应该人机几机，人力几力，那应该去救援。可是呢，拨了我们这个叫做什么，什么民间什么民间捐款账户，民间捐款账户的这个钱下去救，是不是应该的呢？哦，那中央政府在干嘛？感觉上他走在中央政府的前面，是啊，嗯，哦，站在马英九的这个前面，赶快去布施。那当然有人就解读，哇，把之前那个他这个出来讲话说要这个对阿扁保外就医的这事情要干嘛干嘛啊，要积极审慎，嗯，这事情呢，好像政治动作太多。待会你来解读一下，哦，你以台北市议员的身份啊，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那现在以回到律师身份啊，哦，先回到律师身份聊一聊呢。今天这个淫魔李宗瑞的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很少讲，我们只有讲法律面的东西。嗯，至于私德的事情啊，我们其实不太探讨的，哦。对啊。那但是呢，今天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散布这个事情。对。哦，而且有一个网站呢，散布了这一个好像是全版完整版，哦，完整版，哦，嗯，你应该没看过了哈，哦。我看报纸有写，还几个档案这样。我是说有没有看过？哦，看过内容，只有看过报纸登的那个照片。好，这到我要问你的，报纸登就可以吗？嗯，报纸去跟他买，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去下载之后，然后报纸来登其中的截图，嗯，这样就可以吗？啊，这个东西待会我都要去一并请教你。就是说，这个网站呢，这样子来散布。68万人次去点，那甚至里面有一些是要付1350块，哇，哦，你看算一算不得了嘞，几万人的话就几百万，什么68万人，哎，一个人1300万，几个亿嘞，点选有啦，但是买有没有那么多啊？对啦，就是买啦哈，买就几个亿耶，对，若68万人一个人1350，那是几个亿的事吗？李宗瑞干脆自己穿算了，是不是？哦，那好。那这样的网站呢？好了，现在讲说，因为他们的 IP 呢，这个查不出来，他们是设在网国外之后呢，他可能又被盗用之后呢，又用了跳板程式，巴拉巴拉，所以说你根本找不到他。对，好，那现在如果是这样找不到他，等于我们警方是束手无策了哦。那束手无策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啊无远佛界的网络世界里面呢，哈哈，大家呢多多少少都有个一两张，那来。那这个，这个对于当事人，对于很多这个是，应该是，我先问你哦，我们持有哦，持有算不算妨碍秘密？哎，因为第一公然猥亵，因为这叫做散布猥亵物品罪，嗯，也就是说，如果你持有这样的东西拿去散布的这个动作是有罪的。但你为什么会持有，也是别人散布给你的，对，所以一定是有一个人。开始做那个源头嘛，对，所以这个源头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源头从网络的世界是真的很难查，尤其我们刑事追诉哦，我们有所谓管辖权的问题，嗯，在国外的犯罪在中华民国刑法是没有办法管的，就是说你台湾人你到美国犯罪，对台湾来说他不能
不能诉追。嗯，同样的，如果这个网站的 server， 嗯，你看所有的网络犯罪，嗯哼，卖盗版的、啊嗯，卖什么的、啊，其实所有的网站全部放在什么？国外，对，哦，美国、大陆、香港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嗯、所以为什么台湾的网络犯罪的？因为我们又缺乏国际的司法互助，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我们只有一些引渡的规定，但是查案人家是不需要配合我们，啊，所以才会有什么王佑珍还在美国逍遥、嗯，所以也就是说，当一个犯罪他的行为地在国外的话，你几乎就是没解。嗯，所以现在检警是说要查了。对，而且加上报纸又把那个网站什么的都连结，就是你又把它报道，会更多人去上。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国内的问题了。啊、uh-huh、那当然，在国内比较知名度高，因为它是台湾的，可能见到台湾的艺人。对。但是你这样子的渲染的报道，应该说这个报道就让更多人想去找这个网站。是。我记得之前哈，我有一次去，刚好那时候去香港，那真的是人手机啊，就直接说我这边有那个陈冠希的照片，你要不要看？啊，哇塞，每一个就朋友就这样在那边传来传去。你要不要看10块港币？直接蓝牙、啊、什么就传了。也就是说，当他进入网络的话，你其实就没有办法遏制了。嗯，只要有一个，因为数位太简单了。对，他的档案存在他的电脑，你把他手机删了也没用，对，而且他要怎么样去？对，他要怎么样去转？怎么样去包装它？怎么样去丢出去？你根本完全……我们现在检举是说，可能要锁 IP 啊，锁 IP 就是要我们所有的电信业者来配合。是、哦，这个大概中国大陆做得到。我要锁 FB 就锁 FB 了哈，就是太厉害了什么、嗯？然后关键字就锁关键字，对，它整个摩西来通通锁住，对，这了不起，开玩笑。所以如果台湾政府呢，可以开始做到锁 IP。那所有的台湾的 IP 打不出去这个网站的话，那他就死、嗯，因为大概只有台湾人会去上，对，因为很少，那、啊、华人也会啦，华人世界里面大家对这事情，但是你说在国内要去做这样的遏制，以我们的检警现在司法上的权力其实很困难的，嗯，顶多是能够查到一些，你看一查账号被盗用，第二 server 在国外，对，就断线了，对，一断线之后，其实现在就只能查说有没有人回传。所以他现在都传那个记者嘛，嗯，都找那个记者去问。可是说在记者哈、哦，绝对不会是源头嘛。是啊，记者怎么是源头？那一定是那个涉案的那个那些人才丢出来的嘛。可是那中间不知道经过多少手了。是啊，对，你怎么去证实说谁给他的呢？所以这一端大概是查不到的啦。我刚讲说你怎么证实谁给他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那个今天 IP 的往来。我跟你说，对。是不是要往来要经由 email 啊或什么？你不能只是说啊，因为他口头上告诉我说是他要给我的，然后呢，啊、问题是，你到时候你现在手机随便什么蓝牙给你就好啦。是啊，根本也不需要有任何电子记录啊。对，所以说、嗯、你这个你去查记者是等于是一根波波啊。嗯。啊，但是呢，社会舆论那么大，嗯，我总要做一些动作，是、啊，所以我就把记者来，你们就来，然后呢还什么还变成被告。这个东西要、啊、有时候说来，我们来讲那个被告。如果记者是这样子要被告，那我问你，现在登出来的那个报纸，是啊，要不要当被告？更严重，是不是要当被告？他的销售量几十万份，不要说上百万份了、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如果比如说你去 Seven Eleven， 对，买看到那种情色的杂志，对，一规定要这样包起来，18岁以下不能拿。嗯哼。但是我们的检警常常还是去抓，嗯，漫画啊什么的、嗯，因为猥亵这种东西没有标准。嗯、我说你猥亵，你连摆都不可以摆。是。好，那你包起来是一个方式。是。那你报纸，大拉拉的刊登。对。说难听点，也没有18岁以下不能碰触的限制规定。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看报纸，看到报纸。嗯。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对。就你这个东西比书籍管理更松散。那敢不敢办？是啊，检警敢不敢办？先告诉我们嘛，敢不敢办？我们最厉害的是报纸登完之后，那个电子就会更一次。对，然后他就拍他嘛。对，然后电子的就拍他。嗯，电子就拍那个报纸有没有截下来哦，今天报纸登的不是我，是他就再登一次，再渲染一次、嗯，所以整个的状况其实是很严重啊。但是因为我感觉我们很多国家很多事情要做，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变成每天的重要新闻，实在是很奇怪。因为我们国家所要做的事情呢，都没在做，所以我们只能关心这些事。应该倒过来这样讲，不要说什么有风灾，你看经济，你看我们什么宏达电，
很多，然后失业率，然后台北市，我看到新闻是我们台北市那个大量解雇啊，嗯，已经破到去年的记录了，今年可能裁员的人会创下历史新纪录，嗯，这其实是很严峻的。对，不，我然后美国总统在大选，啊，是，然后什么钓鱼台也可以吵很久啊，对，怎么我们都在吵李宗瑞呢？是啊，嗯。我顺便再讲一件事情，你都对我非常感触。昨天呢，去一个朋友家这个拜访，结果呢，到他们的大楼之后呢，要回家的时候，坐他们进去电梯的时候，一看，嗯，这个人，我一看，嗯，这是越南，应该是非法打工的吧？嗯。然后呢，嗯，我太太就跟他，哎，你打招呼嘛，他还，哎，然后他讲话一口音，因为他不讲话还好，他讲话就说，哎呀，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哦，哦，他你看，越南人呢，到这边已经熟悉到。连在对，然后电视上都有看到我，都还认得我，然后就然后一聊起来，违法拘留的，违法，他非法拘留几年，你知道吗？快六年的，然后他前一个工作呢，做了快四年，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跑掉，然后呢跑掉，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他就是有地方工作啊，不是，然后更扯的是什么呢？嗯，他呢现在他说，因为前一个工作呢，只有给他呢22,000，哦，只有哦，嗯，因为什么？只有两万二，因为什么？雇主是付25,000，合法的是18,000，对，18,000而已。然后呢，雇主那个什么，那个雇主是付25,000给去买非法的，嗯，非法的呢，去当个中介的，中间抽3,000块，所以他呢实际拿22,000。那他为什么离职？是因为呢他又跑掉了，嗯，他因为看到呢有另外一个更好的25,000的，嗯，不抽中介费的，所以他3,000块呢，为了3,000块他就可以跑掉了，嗯。然后，哦，他现在拿25,000在这个在那个地方工作，对，我们的大学生都拿不到25,000。对，嗯，我心里面，然后呢，真正我们台湾我们的外劳真的应该打屁股，嗯，而且要重打50大板，30万人，30万人都需要去请这个用人来家里面帮忙，可是呢，你政府却给他绑手绑脚，嗯，你也不开放，结果现在所有请到的人都是非法，几乎啦都是非法的。嗯，因为呢，你只要合法来到台湾的人的那些外劳，我告诉你，他很快就被洗脑，时间到就跑掉了。对，不用时间到，嗯，听说进来不到一个礼拜他就跑掉，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非法的更好赚，嗯，赚得多，反正抓到也是遣返嘛。对，而且没有什么时间限制，我爱待几年。昨天那个他说他待了前一个工作待了4年，嗯，所以你想，你看，他拘留证一定不可能合法，不可能合法嘛。嗯，然后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在管？没有人在管。政府这个事情是对于台湾有至少30万个家庭，嗯，有这样的需要，可是也没有人在管，任由呢这些外劳呢来欺负，正在欺负台湾人。台湾人出钱哦，嗯，请他们还得被他们欺负。你看，嗯，因为你也很怕被抓，对，所以你反而要很更小心。是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也这个事情比李宗瑞的事情还要重要，可是呢都没有上版面，都没有人在讨论。嗯，对对对，那就咱现在的台湾了哦，媒体有没有负责任？因为播那个有收视率，有收视率嘛，嗯，这我但是只操心有没有收视率嘛？是啊，哦，然后呢，所有的跟李宗瑞相关的人呢，哪个模特他们你啊就可以再去问他，对，他一次，然后他就提高他的到底跟大家有什么关系？更扯的是什么？嗯，那个知名度哦，里面有一个叫做郭什么的，有没有？嗯，的一个小牌的女星，嗯。讲说什么？哎，我们在拍一个电影哦，希望大家以讹传讹哦，让我们的收视率，哎，让更多人来看我们的电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哦，我的头快真的，整个道德价值都乱掉了。对，请大家以讹传讹，没有他的意思说，就他为了让他新片宣传哦，我争议越多越好啊。嗯，不是这个意思，认识我啊。他那个成语都不会用。哦，以讹传讹是他讲。他讲。他说：“希望大家呢是谣言的意思。对，以讹传讹是一个把谣言传给谣言，这样一直传出去叫以讹传讹。他竟然说希望大家呢口碑相传哦，嗯，但是这个事情，他说请大家呢以讹传讹，帮我们宣传我们的芯片。哎，这种女星，这种小朋友怎么学啊？这么没有水准的这样的女星，然后呢，然后因为应该跟李宗瑞搭上线了。”结果他现在，我那天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说通告不断啊，什么什么，我们的哈，广告商也真的是哦，让我觉得有点三条线哦。今天虽然不是三条线，但是我们讲一些这种事情。哎，他认为说哈，我今天要办记者会，要办产品说明会，要有很多记者来采访，
可记者为什么要来采访？一定要找一个有争议性、有话题的。嗯、对。结果呢，你今天只不过就是帮记者呢开了一个李宗瑞的另外一个记者会而已。嗯，对。对。人家不会要问你的产品。对，所以说这些广告商哦，有时候你们要脑袋要弄清楚。像那天那个什么，我那天看到一个画面，就是那去问那个女星的、嗯、的，她去帮她代言嘛。嗯、我就是讲有穿着那个锅的、嗯，然后去帮她代言某个商品。记者去问的时候都在问李宗瑞的事情，然后呢，他的商品的东西一个画面都没带到，因为那要 mark 起来。所以我就现在白白现在想说，白开的、嗯，对，是白开的。那白开他问题，他可能他觉得场面很好、嗯，哇，记者大家都来了，其实他们就在问这些八卦而已嘛。对啊。那广告上有达到你的广告目的吗？哎、也没有嘛。这就很奇怪。就一定没有达到广告目的，就我来看的话，嗯、可是他们呢就这样子操作，哎，所以媒体哦。他可能至少比找一个没知名度没有记者来好吧，嗯，心里面安慰一点，嗯，既然要办了嘛，是、啊、对不对？要办的，所以这整个的那个，我们就是跟着话题走，然后话题就炒很热。你看大家现在还谁记得林义士事件、嗯？你的 Facebook 上面经常有人在，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可不可以谈一谈真金事这样？”对啊，就林义士的事件到现在没消息了。对，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说真的，他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嗯、或者说啊，他欺负了很多女孩子，对，这也说难听，他没有拿我们一毛钱公堂，对，就跟公益大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是犯罪嘛？对，犯罪就检警去办就对了。就这种犯罪，很多男女朋友分手也给人家拍裸照什么的，对，这种案件其实很多，只是他很离谱，他很多，对，然后又是名人，然后又有钱，这样好像变成那种叶少爷第二这样子，嗯，看变成新闻，然后加上又有很多的。不知道其他的奇怪的新闻出来、嗯，所以变得很耸动了、啊。嗯，但事实上跟公益一点关系也没有。对，是值得大家用这么多的版面去报道？不值得。对啊。哦，不值得。然后这些检警呢，现在对于网络上面的散播的这些东西也束手无策，困难度太高。好、哦嗯，我告诉你，那其实这个事情就会还是会像这个星星之火，现在不是星星之火，啊、现在是燎原之火了。就像以前有所谓星海光碟，最后、嗯。杂志拿出来随杂志付那真的是叫做真的是疯了吗？为了销售，为了什么？突然发现都关了嘛，已经坐牢出来了嘛，都出来了、啊嗯。所以就是说，大家现在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嗯、十几年来没有进步啊。嗯嗯，就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好的影响？嗯，没有。嗯，那女孩子。当然有很多女生因为想要当少奶奶，所以呢、嗯、好像被又要做一次道德的是的批判。嗯，好，那这些人他就应该被人家散布吧？对啊，不管他怎样，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嗯、他有义务被人家散布吗、嗯、就算他原来心态不正常，嗯嗯，但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欺负别人，就是啊。对啊，好了，我们进入广告之后，因为其实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的水准都很高，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时候这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提醒我们的法律管不了，或是我们的检警的技术呢管不了网络上面的散布，那大家呢不要随便去接或者是随便去转，一转出去他们的当找不到源头的时候呢他就来抓你，可能抓到你。 对，这是我们，这是因为你的 IP 一定会被锁到、哦、这是我们要提醒。对，这一段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好了，我们进广告之后回来要聊聊包括酒驾呢，哎，以后呢要把这个累犯的车子没收，这样子是不是就有用呢？还有郝龙斌的事情，好不好？广告之后继续聊。我天天喝普洱茶，上电视主持广播节目，我要补充大量养分，还有身体自己不能制造的儿茶素跟茶多酚，来做体内环保，还有抗氧化。挑普洱茶，我挑御上品普洱茶。御上品普洱茶，它有非常清楚的中国云南勐海的产地标示，它还通过 SGS 的无农药认证标章哦。所以要挑好的普洱茶，我推荐御上品。